Hello，姐妹们，今天中午吃螺蛳粉。这螺蛳粉老好吃了，一袋是310克，39.99给大家发8包，还赠一个这个勺子。圆圆会的这个勺子，味道很正宗，很好吃。好几天没吃螺蛳粉，馋死我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螺蛳粉，这个是腐竹花生、白醋、辣椒油，这个是酸笋，这个是秘制料包，然后这个是一个配菜，里边有这些东西，姐妹们啊，这个是310克的螺蛳粉，老好吃了，这个味道。39.998包，还给大家赠一个这个勺子啊！大家如果有喜欢吃螺蛳粉的，小黄车可以去拍。